要说你屌哦！
我你头发翘多短？头发翘翘有点，啊，有点短啊。嗯。还是看不出来。欧盟最时尚，这个是给他直播的，给欧盟直播的，一家人。
新的装扮，新的这个。不会，今天16度，好像16度，不冷，一点都不冷，我都穿了一件。
到他那去吧。我们在打四楼。我们那边在，我好多年没打台球。啊，昨天那个是没躲啊，昨天晚上那个，开始认错了嘛，正常。不要纠结一下啊，那个没有，那个有什么意思？
Oh, yeah.
首先第一个人下面说什么，第二个人可能自己提出问题，如果你有问题，的结束，一个的分享。
跳九分钟，哎，跳完就跳完就差不多，跳的跳慢点的，跳慢了。Oh,
飘就飘抢手球，你看嘛，我飘了飘了，看十几个，飘了飘了的地方，全都是飘了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业了，结果好好看，结果我在看，结果后面好好看。你画的太多这个，出来都是很难的。我画很多就是。还没下，可以。下去看都上去了嘞。嗯。大学现在都看去了，哇，太猛了。我撤了，看你们跳舞。还在涨。那么这个。那个咱们下去看，一个人没有去。这是节奏快。对，那丽丽呢？咱们下去看，也上也在涨。嗯。这个不是的。你这有点夸一夸你这个时间。是吗？这个你切换的时间，你看吧，卡一卡的很好。华为真是华为，华为的遥遥领先，卡也遥遥领先。别看，369，但是都是4G的。哇，他那个最高只有720的面对。你弄到抖音上都只最高也只有720。不然不然。你就你撇这个钱。4K 它降下来1080的。它是超彩的，相当于给你，相当于给你就是很倾斜状态。让他们降下来了。把你在那个做再好也值钱的，只是说你调色我把后期调了，我这个是调倾向的，太高清了，这个还是这样，那个是这里要都要那个，哎呀，是管全管自己，凭你自己喜欢的，不要在乎那些，给他们在那攻击的还没自己拍，你们干点那个，他们在这一拍做封面可以啊，要等过去。丽丽那个今天装扮好看，那个头上拍个戴个夹子好看。啥子情况嘛？你缺了个人吗？缺了个人，缺了一个没来的。啊？你给我家他们打个招呼。找你直接说，可以可以。打字嘛，没办法，写打字。
树们继续跳们。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, everybody. 还在录？对啊，在直播了嘛。这边。你开直播了吗？你开直播了呀？你开直播了吗？开了。回去，回去继续玩。我说你回去，回去和继续耍。妮妮，啊，头上那个，这个很，你这个很有个性，那个很有个性。这个好看，我说那个夹子，好看，非常好看。好，拜拜。我把手电筒打开的，手机打开的。他们要去，你们要去全国吗？不去了吗？太冷了啊！今天太冷了。没去啊？全国开车送你们吗？哎，去不去？才9:30，我开车送你们。不去了。哦。哈哈。哎，老六跑了。徐峥走了，因为那个阿巴龙没来嘛，他只有他一个人来。对，跳舞要上瘾了，哎，要上瘾的。没什么情况，流量什么下课了，对，各自回家。哎，我那个相机看得清楚的不得了。我这边看得清清楚楚，我这边看好清楚。这边手电，这个相机，哎，那我外套没带。什么？我的外套。外套啊？找一下呢，这儿有伞呢，找到了。穿上有点冷噶，有点冷。明天才降温，明天温度更低。明天只有11度嘛，13度。哦，看一下。我今天18度，明天只有12度。明天只有12降6度，降六度。到明天温度是，明天是8到12，后天6到14度，后天大外天是8到14。每天最高温度是15度，明天温度只是12度，12度有点低哦。我才穿一件衣服。跳舞了吗？没弄脏，赶紧调一下。咋那个往那边搬呢？搬车上吗？什么？那音箱。音箱在放在哪？哦。摄像吗？那个手机呢？相机吗？这个那个音箱。我听说他。今天那个。明天更冷，明天只有12度。啊？明天只有12度，今天18度。真的？对啊，明天降6度，明天降六度。哦，那更冷。但是不下雨，明天晚上可以那儿跳，那边跳。但是不下雨，就这一会儿。啊。明天我给那个小朋友拿的。对，就整个那个小朋友。嗯。他拿的礼物，今天送过来，我说下雨，他说肯定不来了。对。他一个人走了，我就不去那个吧。他走那边，那边医院在那个前面，往左边就到了。我去取车了，我要回去喽，一点。
这相机就停止了，不拍了。应该拍了将近一个小时，40分钟左右。